中兴通信前三季净利增 115%， 又有新社保基金建仓了。10月25日晚间，中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，报告显示，中兴通信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307.5 亿元，同比增长 14.2%。 从股东信息方面看，截至2021年9月30日，中兴通信股东总数为 49.16 万人，全国社保基金1、2组合在年中报建仓后，三季度减仓不到200万股。